就快开学了，家长和学生们都很关心哪儿能买到新学期要用的文具用品呢？今天 WOW TV 将会带大家一起去看看。那学生最需要的必需品是什么？就是文具了。那我们这么多文具应该怎么去挑选呢？很好，就是学校会提供这些根据不同年级的shopping list。那我是今天忘了带了，还好王妈也提供不同年级的学校的文具用品的 list。那观众朋友们呢，可以登录我们 WOW TV 的网站去下载中文版的购物清单。当然，我们看文具品的话，那就是肯定是离不了文具用笔了。那你看它这里很多sharp 笔，这些迷你型的也很可爱啊，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放在钥匙圈，带着一两个随时可以拿出来，万一没有用。那 basic 当然是这些sharp 笔的各种色彩或者是 basic color 的这些笔啊，根据你的要求这里都有的供应。圆珠笔 ink 笔啊，当然铅笔是肯定少不了的，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铅笔，可以满足你的需要，有 metal 形状的，或者是各种色彩的笔，还有这些这种带橡皮的铅笔，当然我就是很喜欢，就是随时可以 correct。他们还这是0.5毫米的，他们还有那些铅笔专卖的 refill 的专卖，2块钱都不到就可以买一个 package。笔记本和记事本也是一些必须的，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尺寸大小供你选择，而且它有各种不同的色彩，根据孩子们的爱好。学习用品当然离不了文件夹，这里有不同尺寸的文件夹供你选择，根据你不同的级别，有1寸、2寸、3寸，还有不同的颜色，根据个人的爱好。你看女孩子肯定喜欢这些粉红色的、紫色的。那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其实它可以分不同科目，然后来去给你一个归类。对，后面还有一些东西让你很 organize。对，好，这还有放笔的地方。